有兄弟跟我说啊，网传策划袁罗走了。我查了一下起因，可能源自他的这个个性签名，说的是他将长石郎的改动啊保存在熊猫的电脑里了。的确有点工作交接的意思啊，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博人传长石郎是不是要进行调整呢？众所周知啊，这个忍者可以说是策划袁罗牵头制作的。因为当时啊，经历了策划签单被开盒之后，魔方在刻意的模糊和淡化每个忍者的制作策划是谁，后来则决定啊，是用集体的智慧来制作一个忍者。不过博人传长石郎在爆料的时候啊，放出了一个忍者制作讨论的纪录片，明显是由策划袁罗来牵头的，说明他起码对这个忍者是处在一个主导的位置啊。而博人传长石郎则在一片骂声之中进行了爆料，大家不论对他的站姿还是他的技能啊，都不太满意。但是全技能爆料之后的单双刀互相切换的确让人眼前一亮，这个惊人的制作思路啊，说实话让我对策划袁罗还是蛮佩服的。所以听到他离开火影手游的消息，我觉得还是挺伤感的。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制作过的一些忍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。除了长石郎之外，他制作的忍者还有忍战鹿丸、山中峰以及桀骜老马等等，每一个忍者的机制啊都足够亮眼和新颖。而他的离开，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有更好的去处吧。回想一下，已经离开火影手游或者是不做忍者的策划也不少了，有小李、鹿丸、智乃、花火、宁次等等啊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。虽然比较可惜啊，但是我们要平常心来看待，毕竟在职场里面跳槽也是非常常见的。感觉火影手游啊变成了一个策划的训练班啊，经过这里的磨练，很多策划都去了更好的平台，比如说王者。不过火影手游啊热度是不减反增，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新人策划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。那么大家对于策划袁罗走是什么看法呢？